在你的内心深处，难道没有一丝一毫的后悔吗？就是种种如初而逝，何必重提？一别百年，这一次无处可逃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你管得着吗？他！我找了你十年，今天我不等你。原来是百草谷的天罡，难怪身上如此了得。只要他活着，便是我的威胁。把这个妖怪给我立即处死，绝不能让他活着逃出去。我虽是半妖，可我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，更从来没想过要跟你争夺皇位。你为何要赶尽杀绝？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，生在了帝王之家。居然害了这么多人！杰伊，只要能抓到，就算屠戮整个下界又何妨？无论是尊严、正义，还是信念，还是执着，只有在你还活着的前提下，这一切才能变得有意义。然而，我的大祭司，我已经等得太久了。余少成，你可曾记得捐毒？生生世世困在此，我的往生永